那共产党有一个团长什么什么什么长，大家注意，胜利是我们的！我你妈了，可比他刚喊两下，妈没干死人的。两个人他死了之后，他妈剩我一个，你搞个屁！飞机一跑这之后，那个炮响了，出生中国河北的老李，韩战爆发，在南北韩交界被俘虏，来到台湾。对他而言，从军是为了吃饭，在谁家吃饭就说谁家好。如今白发苍苍的老李戴上假发，穿上女装，想弥补错过的所有年华。周四晚间十点，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《河北台北》就在公共电视纪录观点。